如果我是神仙，我就会让我自己永远都吃不肥。这个主意太好了吧，就让全部的女孩子永远都吃不肥。还有如果我是神仙，我可以做第二件事，就是可以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，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多灾害，然后这么多人没有家可以住，就希望如果是神仙的话，我就一个手叮，全部人都有家可以住了。把我当成神仙吧，把我变成神仙吧。我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鱼圆米粉汤，讲的有一点牛逼的感觉。 OK， 其实很容易，不过那个汤底需要很甜，所以我会拿那个江鱼仔先拿去煮，煮了差不多五分钟，然后在那里放置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加米粉还有鱼圆，你要加什么东西都可以，是我最拿手的，有空要尝一尝哦。